欢迎回到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跟观众朋友分享这个多囊性卵巢不孕患者他们成功求子的故事。那么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是妇产科医师蔡丰博蔡医师。好，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再请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下一个案例。那我们看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不孕症四年，也是比较晚结婚，39岁，大概34岁、30岁结婚。那他一样也是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那之前曾经有做过人工受精都没有成功，所以在人工受精都是失败的情况下，他做试管婴儿取卵21颗。一般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取卵数都会比较多颗，取卵数都很多哦。那他同样的就只是4个胚胎3个着床，那其中有一个自动检查，就是像刚刚那位台中来那位小姐哈，是，不过他还好，他只有检胎一个，是。那这个检胎不是医学检胎，就是它自动死掉，对，胎死腹中了，就是所谓的萎缩性胚囊。那剩下一对双胞胎都是男的哈，2750 2450，是差不多。那像蔡医师哦，像这样子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这个患者哦，因为他们常常虽然说取卵数很多，但是会有流产的这个几率也很高。对，那他们如果说决定要检胎的话，是不是也不要决定的太早呢？对，我有一个宜兰来的病人，他也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那我们一口气刚怀了4胞胎，那特地他为了检胎从宜兰坐在我们医院就住一个礼拜。那他一开始是他要检一胎，那我那时候也比较倾向帮他检一胎，剩3胞胎，以防万一呢。是。那可是他检完一胎之后，他丈夫打电话来，要他不要回家，不要回宜兰。他说：“你给我住在医院。”怎么了？因为再检一个。那我说：“好吧，那你们两个夫妻既然争执不下。”你慢慢想，就想了一个礼拜，在我们医院就住一个礼拜，只为了要不要检胎，要不要再检一胎的。住到第六天，他说：“蔡医师，我先生实在一定要检，好，再去检成2胞胎。”是两胞胎，就是他就很高兴，就回宜兰去。然后我就跟他介绍一位医师帮他做产检。那产检，到快要生的时候，哇，一个死掉啊，很可惜。那就后来就生了一个男的。那为什么死掉？因为产检不是我做的，当中的男性又不知道是不是跟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有关，我不太了解哈。是。那病人会问说，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为什么流产率这么高？哈，他、而且他已经到快要生的阶段了耶。对，因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有一个体内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 PAI1 这个东西，这个系统很强烈，那这个会造成血管里面的血管太屌嘞。哦。所以它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胎死腹中或流产都是来自于这个排卵系统太强。那为了要减少这种流产几率，目前为止医学上所能够用到的动用到的医学医疗资源也很简单，就是吃美佛敏，吃1770克。那台湾美佛敏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什么呢？它可以，因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的体质就是对医疗是阻抗，那吃了美佛敏和甲佛敏啊，metformin应该是叫甲佛敏，那它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度，它可以减少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阻抗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疾病，像糖尿病啊、心脏血管疾病啊，或者是乳癌啦、子宫内膜癌这些。所以台湾地区10大死因里面有5个是跟胰岛素阻抗有关的。这些国民健康局也了解说，哇，不得了，原来胰岛素阻抗是一个元凶，因为它将来会产生糖尿病，它会产生心脏血管疾病。那台湾10大死因的5个，它占一半是跟这个病有关。那换句话说，它在我们健保的给付的占的资源，这个大饼，它是一个大富啊，所以比重占很高。对，他们曾经算过一个数据，就是说为了要这个病所带来这个所带来的这些疾病，要去治疗心脏血管疾病，总共一年要花270亿台币。所以他们现在健康公民健康局也知道说，哦，这个是一个大户，要把它消灭掉，要把它控制住。所以现在大家慢慢就说啊，常常你们在报纸或者电视有看到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就是指这个。是。所以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其实到常常我跟病人说，你现在只是月经不规律来找我，你现在只是不孕症来找我，蔡医师，将来你40岁之后。你可能还要面临一个代谢症候群，就是那种更重大的疾病。对，那病人有时候就说啊，怎么这么衰啊？这个病是遗传的吗？这个病是终身带病吗？可以说是，因为它是胰岛
它是卵巢里面的一个叫做 P450C17 这个酵素缺乏，对，但是现在这个甲佛敏是吃了之后是只能说做一个控制，还是说能够治疗？长期以来我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说因为你运动，你控制你的体重，你的把你的体重控制在 BMI 在18.5到24之间，你每天做30分钟会流汗的，会让你会喘气的这种有氧运动，30分钟，一个礼拜5次，这些都可以增加你的，不用药物就可以控制这个病的。所以不是说你要一辈子要吃美佛敏，你可以运动，你可以控制你的体重，那你可以不抽烟，抽烟其实也会增加糖尿病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恶性化。你可以吃一点含镁的食物，像优格，你可以吃一点含钾的食物，像小鱼干、杏鱼、香蕉，这些都可以控制多囊性卵巢，并不是说一定要后悔得要每天要吃。但是像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就是一旦怀孕了之后，需不需要也吃这个来控制？也可以，但是也可以。其实最有效的应该是，我会比较鼓励就病人，就是说你每天就是去。去跑楼梯跑，是学马鞍球，去慢跑30分钟会流汗的那种有氧运，有氧舞蹈，有氧舞蹈每天30分钟可以控制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曾经在美国生殖医协会年会发表得到论文了，一个加州大学发表的，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就是说你每天做30分钟的有氧舞蹈，就这样子而已。嗯 哼，那你可以控制这个疾病。我们看一下段分析啊。好，那。甲佛敏和美佛敏，美佛敏就是硬硬的，它其实是一个老药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常吃的 glucophage 哈。那他吃的一天，台湾这样一颗大概500毫克了哈。那美国他们最高可以让病人吃到1700到2200这样，叫做4颗5颗。不过这病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很强，它会拉肚子。会有副作用。会拉肚子，因为拉肚子病人的体重是下降，所以有些减肥医师拿它去当减肥药的一种。所以的鸡尾酒疗法其中一个药就是这个药。那它因为会增加我们肠胃道乳酸的堆积，所以吃了以后会恶心呕吐。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肾脏疾病了，你就不适合吃。因为会变成酸中毒。所以吃这个病一定要先确认说，一定要肾功能正常。你不要肾功能不正常，吃下去，它的乳酸排不出去，变成酸中毒，就是有人吃的这个事实，发生一些意外以后或不幸的事件。所以它会有副作用的，那不能随便乱吃。所以我通常我的办法，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就是像病人一天吃一颗，病人一开始副作用不会很强，可以的，这一天2颗，一天3颗，慢慢，因为反正这个药是吃长期的嘛，是你不急说一天一定要让病人吃3颗，你一开始吃3颗，它副作用很强，他不吃，那就挽回了这么好的药。我们看下段 VC 啊，所以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最近还有一种新的药哈，因为美佛敏哈有它的副作用很强，所以最近我看报一些期刊，就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他们找到一个叫做代开柔，这个蛮拗口的哈，这个药台湾还没进来，叫做中文叫做六磷酸肌醇，那这个几乎是没有副作用的。非常好，我认为他将来如果说可以引进来台湾的话，对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是一大福音，因为他没有甲佛敏、美佛敏那些副作用。那美国最近我看很多一些期刊，这个药物好像还不错。那有些病人就说，胰岛素强化剂难道只有美佛敏吗？有，其他的还有两个药。不过这两个药刚开始用的时候效果还不错，可是。后来慢慢研究发现说，长期使用这个药物好像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甚至有一两篇报告说，会增加癌症的几率。所以目前为止，如果说你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我会劝你说乖乖的吃大家常吃的这个甲佛敏。但其他的像一个什么梵地牙啦，或者是艾妥糖这两个药，也是一样可以跟美佛敏一样效，可是它的安全上跟我们人类使用它的这个经验上。还不是那么的丰富，是，所以目前为止治疗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还是以美佛敏这一线为主要。我们看一下段分析啊。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其实要怀孕不难，因为它卵子很多，所以只要控制得宜，吃排卵药、打排卵针都可以。那有些病人不想打针，说我可不可以吃排卵药？可以，但是比较不幸的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有一半的人吃排卵药是没有效，我们在医学上叫做 p
排卵药阻抗的多囊性卵巢综合体，就是说一般人吃的排卵吃排卵药会有增加排卵机会，但是有一半没有，这就是纹风不动，因为它多囊性卵巢可能疾病比较严重，所以它是打排卵针会比较有效。对对对，那但是多囊性卵巢综合体打排卵针是一门学问哈，因为你不能打太少，打太少它不会，它力道不多，对，那你打太多又怕它过度刺激发生危险，所以它的安全范围非常窄，所以很难拿捏哦。对，所以多囊性卵巢综合群可以这样说，多囊性卵巢综合群打针几乎可以去断定这个医师的经验，就是说他如果说不孕症治疗很有经验，他大概多囊性卵巢综合群怎么打针才能够又不会引起卵巢过度刺激，又可或者说它引起卵巢过度刺激的严重度不会那么严重，又可以起的适当的卵子来让病人怀孕，这就是一门学问。是，对。但是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打排卵针会不会比其他的因素不孕的打的还要少一点呢？不一定，也不一定，因为你如果说很低剂量打，如果说我看过很多病人带来给我的那个打针疗程，有时候打了很久，人家是打了差不多9天、11天就可以取卵，他打了17天、18天还没取卵，为什么？因为他低剂量，粒泡全部都长不起来。嗯哼。那如果说你很高剂量，一下子就打很重，那粒泡到后来会不可收拾。所以，但是多囊性卵巢综合群很妙，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公式可循。有些病人就是，这个病人用这样打，哎，很不错。你用同样的方式再去打另外一个病人，打不起来。对，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人的模式套到另外一个人。没有，非常。不过有趣就在这里，多囊性卵巢综合群打针是非常有趣。我们看一下那边西亚。好的。好，那这是黑色棘皮，就是记得在皮肤的那种转角的地方、弯曲的地方、flexion 的地方哈，比如说通常是在下巴啦，或者是说腋窝啦那种。当然，我们不会去看病人的该病哈，那个地方都是皮肤会比较黑，就是说在皮肤坐着的坐着的地方，坐着的地方，对，然后它会有胡须渣渣。那胡须渣渣有时候病人，有时候我们就是看着病人，就是哎，他这里有，通常是在这里有短胡须，那我们会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胡须？他说我知道啊，我的朋友跟我讲，哎，我们就会反问，就啊，你不觉得你跟别的同学不太一样吗？就是有时候是高中女生来看我们。对，他说对对对，可是他有时候会觉得我长久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也不是说突然才变这样，对，他认为长久觉得有什么长久以来我就这样子，所以他把长久的不正常当作是已经是正常，是我说这个就是身体的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的体内的男性荷尔蒙过高。那像有人比如说这个手的汗毛比较长，是不是也是跟这个长胡须一样的？也是，不过多囊性卵巢综合群它因为雄性过高，所以它长毛的位置像腹部、像背部、像胡须渣渣，它位置比较特殊。那一般男生跟女生的阴毛的分布，男生是属于到肚脐是一个正三角形，它会往上转，那女生不会。可是如果是多囊性卵巢综合群，比如说我们在帮病人做腹部超音波，它的那种体毛长法是从阴毛到肚脐那一排会长皮肤，所以很特殊，很特殊，它就是它长皮肤的分布是不一样。是，那现在问题来就是说没有一个女生喜欢长胡须到处都是毛哈，就是好像男人头一样，所以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他们外观。对，那病人问医生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些毛去掉，如果已经长出来毛的话，你就要去找皮肤科用雷射除毛这些嘛。那如果还没长出来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抵抗男性荷尔蒙的一些避孕药，像戴利安，或者是有一些利尿剂像 Spironolactone， 就是说它可以把男性荷尔蒙抵掉的这些药物都可以。嗯哼哼。所以分成两部分，长出来的那就长出来就已经好像是违章建筑，就已经盖在那边，你知道叫拆除大队把它拆掉，叫皮肤科用雷射枪把它射掉。嗯哼，那还没长出来的你可以用一些药抵制它。对，我们看现在在 MBC 啊，那多囊性卵巢综合群打针下去常常粒泡会多到你会怕，我曾经有时候病人打下去，然后病人那种粒泡我们一定要穿微放，真的是会让你背部的脊椎这样一阵凉意起来，就因为太多了，你知道这代表是什么意义哈？有时候病人不晓得，你跟他讲说，有时候你再跟他讲说，哎，你将来会积腹水，胸痔会胸腔积水，你会。